手机版的台南校长亚当跨年系列活动，趁着家己伫新化糖厂文化园区来登场，现场安排着澎湖剧团到场表演，同时准结合总管邀请，现场是来了真侪亲子斗阵度过一个快乐的假日，这也是新化第一次举办这么大型的圣诞活动。四人行后来到新化糖厂文化园区，会使看到非常侪亲子人雕，因为即届是赴耶诞跨年系列活动，第一届来到新化举办，活动现场安排亲子总管游戏。并邀请澎湖剧团到场演出，让大人甲囡仔拢看甲非常的欢喜。市长韦特也到场，伊发送糖仔给小朋友，并邀请全国的民众来台南参与耶诞系列活动。可以看到，大家现场人山人海，这是我们跨年活动哦，耶诞跨年活动第一次来到善化来办，那现场引起了非常大的轰动，人潮都已经非常拥挤了哈、哦。所以说，我们希望说保持一下那个大家整个通道跟安全，我们希望说。能够将来办了很多活动哦，我们有在萧龙，在咖喱，也有在这个麻豆啊，现在在善化，希望大家都很快快乐乐、开开乐乐、开开心心度过一个快乐的周末下午，也度过一个快乐的欢乐耶诞跨年活动，欢迎来哦！这届活动吸引了真侪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参与，为了避免意外发生，现场安排了工作人员宣导，市长除了呼吁民众要注意安全。也表示每年也选择更加适合的场地。下次我们地点哈、场地会选择好一点的场地了哈、你看现场已经都爆满了，我们也希望大家来开开心心的，但也要注意安全。随着民众生活慢慢的恢复正常，出游的人潮也愈来愈多，加上市府接下来举办的耶诞跨年系列活动，呼吁民众也要多加注意安全，才会使欢喜出游，平安回去厝。记者郭博义，彰化区采访报道。